再三下，咦，啊！靠慢跑瘦三公斤哦！哎，刚运动完这样吃不对吧？啊，对吼，我应该先喝运动饮料。不是这个问题吧？好呀，我刚帮我慢跑了，反正我们就一起憋胖，再一起减肥嘛。好漂亮哦！哎，宝贝。啊？专家说运动完做一些缓和的动作对身体比较好，你要不要做一下？现在已经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。好啦，那你帮我拿下。嗯，拿好哦。嘿，来，往这边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，然后我一样。哎，哇，哎，这里真的很漂亮哎。哎，你干嘛？去睡觉啊。刚运动完就去睡，很臭哎。有这样子的我，我很有魅力吗？啊！哦，好 fashion。喂，宝贝啊，啊，我到楼下哦。那么快啊？我现在上去哦。好，好，那你等我一分钟好不好？哎，宝贝。嗨。怎么这么臭啊？哦，是榴莲啦。